看这交警啊，这交警能不能啊吹笛儿那个啥子。我是从22号开始疏导交通的，因为我看见武汉大街和郭尔罗斯大路交汇处那边的道路十分拥堵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冲上十字路口去进行疏导交通，然后用交警叔那个手势，然后再说几个这样话。我看到网上的热评热议之后，我看到这个点击量，有点多。虽然点击量已经超过9万了，虽然高兴，但是有点担忧。担忧这是啥呢？这是那个咱的交通的安全是吧？对。完了，也可能学生的自身的安全是吧？是。